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地方，干旱与湿润的自然之地塑造出它的骨架，跨时代跨族群的人类之力赋予它跳动的脉搏。它歌颂伟大，也记录平凡，它铭记过去，也连通未来，历史的韵味给予它最好的滤镜。它是大西北的灵魂一笔，低调却又无可替代。数千年的时光里，无数壮美场景在这里呈现，无数民族史诗在这里上演，无数文明创造在这里融合。它就是河西走廊，也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高空俯瞰神州大地，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省级行政区划，它犹如一柄玉如意，横亘在祖国西北部，它就是甘肃。在这里，黄河自省会兰州穿城而过，将这片土地划分为河东与河西，伟大的河西走廊便从这里诞生出来。从狭义的地理视角来看，河西走廊指的是甘肃中段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它东起吴烧岭，西至星星峡，在南部绵延起伏的祁连山与北侧群山的夹峙下，整个河西走廊的走向被确定下来，一条自西北向东南延伸，横卧东西近1200公里的狭长带状走廊，就这样出现在人们面前。山脉掌控着这片土地，数条山脉交汇于此，形成一道道巨大的天然屏障，而高大山体的拦截，使暖湿气流几乎无法到达。戈壁、沙漠、山地，在这片广袤土地上随处可见。看似孤立无援的河西走廊，似乎注定了被干旱裹挟的命运。风沙之下，山脉看似制造荒芜，却也赋予生命无声的滋养。走廊南部长达800公里的祁连山脉，以超过4000米的平均海拔巍然屹立，在冰川融水与大气降水的共同作用下，汩汩河流凿山砌谷奔涌而下，源源不断地流向河西走廊。自此，原本被沙漠戈壁裹挟的土地润泽出片片绿洲，成为孕育生命的摇篮。当这些绿洲串联起来，一条伟大的生命通道也就此诞生。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与河西走廊地形相似的山路带，为何唯独这条走廊如此重要？当我们以更广阔的视角俯瞰河西走廊，或许就能揭晓其中的答案。扼守西北的河西走廊，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与塔里木盆地，南北沟通着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通四方的天然十字路口，也被人们誉为东亚陆地的马六甲海峡。正因于此，这条从干旱中破土而出的自然长廊，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成为关乎历代王朝命运的重要政治符号，对中国的版图构成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河西走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中原连通西域的重要门户。同时，它作为西北国防的关键枢纽，也成为维持中原稳定的重要屏障。作为中国版图上一块特殊且耀眼的存在，河西走廊历来是中原王朝、游牧帝国与民族政权势力争夺的焦点。这意味着，谁控制了河西走廊，谁就能在东亚大陆西部的地缘竞争中占据主动。
可以说，河西走廊就是如同王朝臂膀般的存在，悠悠华夏历史，其中最精彩的记忆与最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都在这条走廊中上演。战争与和平成为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守护河西走廊，就是守护家国平安。早在先秦时期，习惯逐水而居的月支、乌孙等游牧民族，被水草丰美的河西绿洲吸引，选择定居于此。随后，雄踞在高原大漠之上的匈奴人强势崛起，势力逐渐壮大。秦汉之际，匈奴人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对河西走廊展开激烈争夺，并最终西逐越支，建立起第一个草原帝国。河西走廊作为优质的游牧地，自此被匈奴人牢牢把握在手中。匈奴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如同一柄利剑抵在关中门外，切断了中原与西域连通的可能。在匈奴的强劲阻挡下，汉帝国对西域畏惧却又神往，隔着漫漫黄沙，古老的东西方之间有试探，有好奇，却只能在捕风捉影的传说与想象中彼此凭空打量。只有前往辽阔的西域，联合西迁的大月支夹击匈奴，才能彻底瓦解其对汉帝国的威胁。而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要想从中原腹地到达西域，河西走廊都是最好的选择。年轻的汉武帝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萌生出一个关乎国家未来的伟大构想，对抗匈奴的计划在脑海中逐渐清晰，打通河西走廊，由此成为大国梦想的起点。军事未动，外交先行。从汉武帝手中接过符节的那刻起，张骞这个名字注定成为河西走廊载入史册的一句开场白。13年跌宕起伏，张骞以凿空之功带回大量关于西域的第一手资料，极大地激发了汉帝国向西开拓的决心，也让这条绵延在黄河以西的狭长通道，在随后的几千年岁月里开始了他金戈铁马的征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铿锵口号下，天才战神霍去病率领部队纵横驰骋，最终凭借三大战役重创匈奴，断其右臂，直捣心腹，彻底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河西走廊自此收归华夏版图，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集战略、军事、经济价值于一体的重要领土。为进一步加强对河西走廊的经营与管理，汉武帝相继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行政管理区域，史称河西四郡。英明的天子选择以这种方式将自己征服天下的雄心壮志与经略西部的伟大梦想留在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已然远去，随着和平使者纷至沓来，建立一个疆域万里、万邦来朝的国家，成为汉帝国更加宏大的梦想。此后无数边关要塞拔地而起，烽燧相连，关城相望的长城防御工事绵延千里，游弋系统也由此不断向西延伸，全线打通的河西走廊彻底打开了汉帝国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沿着这条道路，边贸互市与贸易交流逐渐兴起，古老的商路浮现出它本应有的样子，
在此后的数千年里，目睹着东西方之间的一次次回眸与一次次交汇。随着贸易往来日渐频繁，河西走廊成为连通中西方商业交流的前沿窗口与重要纽带。随后的日子里，各国商客使者相望于道，经济文化往来不绝于途，贯穿东西的商贸之路由此形成，它就是后来飞升世界的丝绸之路。作为这条商贸通道上最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丝绸的出现在西方世界引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潮流风尚。在罗马，凯撒大帝看戏时曾身穿丝绸长袍，一出现便引发全场轰动，一时间丝绸服饰风靡整个上流社会，贵族竞相模仿，在罗马掀起一股丝绸狂潮。据记载，当时的丝绸价比黄金，价格最高时一磅丝绸的售价甚至高达黄金12两。巨大的利益促使各国商人对丝绸贸易趋之若鹜，他们将这个盛产美丽丝绸的东方国度称为塞里斯，意为丝绸之国。随着丝绸贸易的兴盛，这条繁华商路也由此命名。在随后的日子里，伴着驼铃声响，无数商旅沿着这条道路出发，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商品不断从这里走向世界。这些来自中原的物产承载着人们对于神秘东方的想象与期冀，受到西域、中亚乃至欧洲各国的狂热追捧。伴随着唐帝国这个中原王朝最繁盛时期的到来，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河西走廊也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政治稳定与开放政策的加持下，西域诸藩往来相继，胡商汉贾络绎，成为丝路上流动的风景。其中各式水果、蔬菜、香料的传入惊艳了中原人的舌尖，良马、银器、毛织品等独特物产以及风俗迥异的特色艺术也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中原地区的文化气象逐渐走向多元。如火如荼的商业贸易使河西走廊一跃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贸易交易中心，延续了长达数世纪的繁荣。随着货物的流通，来自各国的商品承载着多元文化，在这条道路上不断交流发展，开出璀璨的文明之花。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汇流于此，形成了多元而独特的文化景观，也让文明的可能性在这里得以完整地释放出来。河西走廊从一条无与伦比的贸易通道演变为文明交汇的大动脉，见证着无数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明对话。文明的激荡交融让河西走廊成为信仰与希望的走廊，无数高僧大德在此留下追寻信仰的身影，千古一僧鸠摩罗什从这里进入中原传经布道，翻译佛典，译经12载，经其翻译的佛典多达74部，功力之深以至1600多年来无一字增减，因其译风优雅，文采斐然，从而创造了多达3.5万个汉语新词汇，诸如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等跨时代的词语均出自鸠摩罗什的手笔，因而梁启超先生盛赞其为译界第一流宗匠。鸠摩罗什的努力使佛教在中原大地生根发芽，也促使后世的高僧玄奘向西而行，穿越河西走廊
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厚重的历史气韵让河西走廊成为艺术与梦想的走廊。作为边塞诗的重要集散地，李白、王维、王之涣、岑参等廊飘在这里留下不朽的传世诗篇，文明的交汇共生也在这里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数量繁多的简牍、文物与散落在河西各地的城址、寺塔交相辉映，共同组成照亮华夏文明的点点星光。千余年前，当越祖云游至敦煌，无意间窥见山间金光耀目、千佛入眼的奇景，他将其视为佛法的昭示，决定再次修行。随后越尊四处募捐，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间开凿出第一座石窟，也由此开启了莫高窟延续千载的辉煌。作为当今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莫高窟735个洞窟中拥有超2000余尊泥质彩塑，以及超过45000平方米的精美壁画。千余年的时光里，无数画师工匠在这里穷尽想象地描绘他们心中的理想世界，也给后世留下数不尽的艺术传奇。在中国历史的篇章中，河西走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片广袤土地不仅见证中国的过去，也塑造着中国的未来。当你重新凝望这条走廊，会发现巨大的改变正在发生。今天的河西走廊上，不同民族在这里交流共融，构成民族聚居的基本轮廓，也展现着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包容力量。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汗水浇灌土地，在荒凉辽阔的大西北开拓出一条充满人间烟火的走廊。突出的生态地位、明显的区位优势、深厚的文化底蕴，使河西走廊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如今这条古老走廊正在续写新的传奇。兰新高铁穿过戈壁大漠，自由驰骋在河西大地，数以万计的风机日以继夜不停旋转，将电能源源不断送至内地。光热电站以最大规模在这里铺展，展开耀眼的沙漠之花。塔里木盆地地表之下，天然气管道一路向东输送到数千公里外的千家万户。在这里你能见证石油工业的起步，在这里你能领略中国航天的腾飞。古老的城市正在焕发新的光彩，而我们今天所获得的一切，莫不是来自于这片土地对我们的宽容与馈赠。回望历史，古老的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也把文明交流的成果传播四海。从千年前的古丝绸之路，到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政治、经济、文明交流融合泛起的涟漪，也引发了世界的回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擘画未来。如今的河西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路段，也谱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岁月史诗。一个了不起的河西走廊，一个腾飞的泱泱大国，正以澎湃的动力跨过数千年的时空，奔向我们共同向往的远方。